尊敬的诸位老师、诸位学长，大家吉祥。学生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无量寿经》贤护等十六正士的名号浅析。这段经文出自《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的第二品。经文是：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住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寂根菩萨、信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而为上首。之所以想要分享这一段经文，是因为它使学生更加深刻地领会到为什么《无量寿经》会被称为一大藏教之旨归。这个话是梅光羲老居士在1946年做重印《无量寿经五种原意汇集序》中所说的。师父上人在讲经中也经常提到，以前听这个话的时候，学生多半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总觉得师长这个话说的是不是有些过了，有些太绝对了。直到自己开始学习这部经，才发现师长说这一个话并不是没有凭据的，其实在经文中多处都有所揭示，只是我们自己平时读经的时候粗心忽视了。例如今天学生将要分享的这一段经文就是其中之一。这一段是第二章德尊普贤第二的开头，他所列的这十六位正士都是无量寿会的上首菩萨众，都是在家菩萨众，而关于出家菩萨前面有列了五位，但这里的在家菩萨却一共列了十六位。师长告诉我们，这就是显示这个法门是专为在家同修所说的，也是告诉我们在家一样成佛，并不一定非得要出家修行才可以。尤其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末法时期，我们看到佛法确实是衰了，如果今天我们选择出家，想要找到一个清净的寺庙去修行，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一个寺庙，它不像从前都有自己的土地可以耕种生活，虽然出家人的生活过得清苦，但是可以自给自足，吃饭不需要求人，但现在土地都被国家收回去了，那寺庙的经济来源怎么办呢？就得靠在家同修的供养，要靠信徒的供养，这样一来出家人的烦恼就比较多了，没有办法做到像原来那样子安静的修行，因为他们随时都要想着如何和信徒建立好的关系，要考虑信徒的感受，很多时候修行就没有办法专心。所以师长说，在今天你确实是专心修行的人，可以选择找一份工作，不用求名闻利养，不用有太高的收入，只要顾得了自己的温饱就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回到家就用闲暇的时间尽可能的多多听经念佛。其实我们这一生成就也并不是很难，我们看到过去有很多的前辈为我们表这个法，像谭虚法师在念佛论里就有说过一个故事，青岛湛山寺的张氏，这是位在家女居士，她有家有丈夫还有两个孩子，大的才10岁，小的那当然就更小。她的职业是家庭主妇，家务非常繁忙，丈夫是在码头上拉黄包车的，一天不拉车一天就没有饭吃，非常的清苦。而张氏她自己学佛，去过几次湛山寺的共修，也听闻了念佛法门，后来有空了就去做义工，工作就是在厨房里洗碗。平时在家的时候，他也是家务不爱念佛，自己一直默默地念，这样有一天他的功夫就成就了。这天早上他就对他的丈夫说，
我今天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她丈夫听了，把她臭骂一顿，我们家这么穷，你还在这里说风凉话。这一生气就出去拉车去了，而她自己也不急，洗好澡，换了身干净衣服，坐在床上念佛就走了。孩子中午回家来吃饭，发现妈妈已经坐在床上走了，这才通知邻居过来，还是邻居帮忙通知寺庙里的人来处理后事。这是我们非常感佩的一位居士，他确确实实身虽然没有出家，但是心已经出家了，心里有佛，做一些单纯的工作，确实是一点都不妨碍修行。这是此地列十六位在家菩萨做上首的一个深意。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看这几位菩萨的名号和表法。第一位是贤护菩萨，在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中有说明，他是与释迦牟尼佛同时代出世的一位在家居士，所证得的也是等觉果位，所以他与文殊、普贤、观音释智的地位是平等的。而贤护的意思使我们联想到《金刚经》上所说的“如来善护念诸菩萨”，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诸佛如来，他一定护念真正发道心的学生。无论你是在家、出家，只要真正发了道心，真正依教修行，诸佛如来没有不护念的。这是我们想到佛菩萨他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只要我们的心是真诚的相信，一定会得到佛菩萨的护念。担心就只担心在我们自己心粗眼翳，也感受不到佛菩萨对我们的护持。菩萨在此地，他被列在首位，也是教给我们，如果我们遇到真正发道心的同修，我们也要去护持他。如果我们不能够护持一位真正发道心的同修，诸佛菩萨怎么会护持我们呢？这是一样的道理，我们的心和佛菩萨的心不是同一个心，那么我们自然也没有办法和他们起感应。所以如果我们自己想得到佛菩萨的护持，我们就一定要去学习佛菩萨的存心，要如同佛菩萨护持我们一样，护持一个真正学佛的人，一个真正断恶修善的人。佛菩萨护持我们，确确实实是像父母护持子女一样的，对于子女的教养照顾，做父母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什么都替他想到了。佛菩萨照顾我们也是如此，所以贤护菩萨他在此地来表法。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无论他是在家出家，他真正发心续佛慧命，自行化他，我们也要用父母对子女那样的心去照顾他，去成就他，这是贤护所表的意思。如果我们起的是嫉妒心，是障碍心，还去阻挠他，我们这样的心，就算是佛嘴上念得再好，将来的结果还是要堕地狱。因为我们这颗心，你所作所为心行不是续佛慧命，而是在断佛慧命，这个造的罪业是没有办法弥补的，就算一天念十万声佛号也不能够抵消，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清楚，这也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而以下这十五尊菩萨都是从他方佛国来灵山参加释迦牟尼佛这次第一殊胜的法会，给我们做影响众。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这两位菩萨代表的是正智明了。因为如果不是真正的智慧，不是对于一切佛法真正明了通达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相信这部经、这个法门的。原因就在于佛陀也为我们揭示过，净土宗这个法门它确实是难信易行，非常的容易行，但是相信的人不多。夏老有一首偈子，里面就说：此事本来也太奇，
顿教一念越三奇，这就是把这个法门难信的原因给解释出来了。原因就在于这个法门所说的事理太奇特了。它圆顿到什么地步呢？只要一念就可以超越佛经上所说的凡夫修行成佛所需的三大阿僧祇劫，一念就超越了。所以佛云难信诚难信，万亿人中一二之。大部分的人都会想说，怎么会有这样平白无故的好事呢？而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有这个素世善根的人，他能够相信这样的经典。师长常常告诉我们说，如果你能够做到100%相信这一部经典，那就证明你今生成佛的机缘成熟了，这个因缘是非常非常的殊胜。而我们今天都说自己信佛了，自己相信了净土宗，但是我们这个信其实不够纯，不够真，里面还是夹杂着有怀疑，这就不是善思维，也不是慧辩才，这就需要我们把这些不足的善根福德补起来，能够做到完全的相信，那我们就是善思维菩萨，就是慧辩才菩萨。这是表这一部经是难信之法。下面一位是观无著菩萨，我们看到菩萨的名号，就会想起《金刚经》上最重要的两句话：应无所著而生其心。六祖大师就是在这一句经文上开悟的。而这个菩萨列在此地，就是很明白地告诉我们，这部经和《金刚经》没有两样。我们看到许多同修对《金刚经》非常的崇敬，非常欢喜受持，但其实《金刚经》只是一部分，这部经是全体。这部经不单包括全部的《金刚经》，甚至包括全部的《般若经》。这位菩萨在此地表这个意思。下一位是神通花菩萨，这位菩萨表行愿方便，无不具足。行愿方便就是华严经上所说的四无碍法界，事无碍，理无碍，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这是真正一真法界的样貌，也是我们宇宙人生的事实真相。我们现在在这个世间体会不到，因为我们所体会到的境界就是事事都有障碍，就好像我们身体没有办法穿过这一面墙，我们也无法知道对面的人他。下面一位是光音菩萨，他代表光明音发，光明就是智慧的意思，无量无边深广的智慧通通都得以显发，这是表本经之德用。换句话说，我们学习这一部经典的作用，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开发自信中所蕴含的无量的智慧。下一位是宝床菩萨，这是表智慧的殊胜，尤其是代表弘法利生的。因为在古时候寺院里讲经说法，床是用来做信号的，以前没有像现在这样发达的通讯设备，通知信徒来参加法会和讲经的时候，人们就使用挂床幡这个手段。床是圆形的，代表讲经，幡是扁形的，代表做法会，所以以前寺庙里都有旗杆，人家一看到今天这个寺庙里旗杆升起来的是床，喜欢听经的自然就进来了。所以法床高树它是代表讲经的殊胜，宝床菩萨就是代表弘法法缘殊胜，法缘要殊胜，没有智慧的话是办不到的。佛法是智慧之法，一定要开了智慧的人才能够开解其中的意思，这是菩萨表这个含义。再来是至上菩萨，至是智慧，上就是第一最上。这里又提到无上的妙智，也是在本经之中，这都是说本经的内容是无上的智慧。师长说，如果我们想要去求智慧，其实也没有必要去念600卷大般若经。
现在我们要去念大般若经很困难，因为这个经的分量很长，很可能我们念了前面不知道后面，念到后面又把前面给忘掉了。有时候我们修学一些法门的时候，如果修学了一段时间都还不能够得力，可能就是要反省一下，是不是这个法门它不契我们的根基。而其实无上的智慧也同样包含在这一部经当中，就算我们不念大般若经，念无量寿经同样也可以达到开智慧的效果。这也是显示这部经的殊胜，确实是没有一法不具足的。我们再看下一位，这一位是寂根菩萨。寂是寂静，根是六根。这位菩萨就表六根清净。六根清净大约是每一位同修都想要证得的，因为我们现在六根不清净，六根不清净就有许多的烦恼。其实这些烦恼的来源都是因为我们平常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都会落很深的印象，六根对六尘境界落的这个印象都进入到我们阿赖耶识的仓库中，所以我们的心做不到清净。但是要说如果清净就是要做到不落印象的话，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师长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得到六根清净，方法就记录在无量寿经之中。主要我们能够好好念这部经，依照这个经典的教训去修行，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到六根清净。因为六根清净它并不是从外求得的，它是我们自性里面本具的，所以用对正确的方法非常的重要。只要方法对了，六根清净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所以寂根菩萨在此地也表本经是修六根清净的方法。下面是第十位信慧菩萨。这位菩萨所代表的是能相信这个法门需要智慧。这个慧讲的不是世间一般的聪明，而是讲的素慧。世间的聪明对于修学佛法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它不是真实的智慧。而真实的智慧，这样的慧根决定是多生多劫熏修而成的。如果你没有过去式的善根呢，是决定不能够勉强的。只有过去生有真正的熏修，这一点是因；现在又蒙诸佛的护念，这是缘。因缘具足了，这样的人才能够信、能愿、能行，这才能往生。这是信慧菩萨他所表的意思。下一位愿慧菩萨是紧接着上面讲了信之后，这里就讲愿。信愿都具足了，就差行了。下一位相向菩萨就代表行，所以这三位菩萨连在一起表净宗的三资粮，也就是净土法门修学最重要的三个条件。我们要能信、能愿、能行。而行在此地专指持名念佛。我们看相向菩萨他表的法，就是持名念佛的力量之大是一。再下一位菩萨是宝应菩萨，这位菩萨所代表的是愿海万德庄严。我们想到西方极乐世界是众宝所成的，这些众宝就代表了自性性德当中无尽的智慧和宝藏。如果不升到西方极乐世界，想要开显自性的宝藏，我们需要证得什么地位呢？师长说必须要证得原教初住的地位，性德中的宝藏才能够开显少许，还只是一小部分而已。而要到八地菩萨这个地位才能够做到完全的开显，这就非常不容易了。因为佛经上告诉我们，成佛一共需要三个阿僧祇劫，这时间都是天文数字。第一个阿僧祇劫修满三贤位，
再下一位菩萨是中住菩萨，中是中道，住是安住，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是中道的第一义谛。师长以前曾说，孔老夫子他教学很重视求中道，我们看到中庸里面探讨这一个得中道的方法比较的晦涩，如果当年夫子他能够知道有这一个念佛法门的话，师长说他应该会让所有的弟子就直接去念阿弥陀佛，这样他们很简单就可以证得这个中道的标准。从这里我们也体会到真正所谓是大道至简，最玄妙最宝贵的东西往往都是最方便最平常的。而读到这个地方，这几位菩萨可以说把本经的内涵都显示出来了，我们看到都升起无限的欢喜心和羡慕之情，都非常想发心来学习。而学习要从哪里下手呢？底下这一位菩萨就教给我们下手之处，这就是智行菩萨。行就是我们的心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我们要能够约束和控制它，这就是净宗里常说的持戒念佛。戒律就是帮助约束我们的心的，要从这个地方下手。而前面十四位菩萨都是教我们如何认识这个法门，认识这部经典，这第十五位菩萨就是教我们如果真正发心修学要从哪里去下手，下手处就一定要说得比较具体。我们前面讲持戒，这个戒律也要讲得比较具体，如果讲得模糊了，那我们可能还是摸不着头脑。所以在净宗学会成立的时候，师长就写了一个缘起，在这个缘起中他提出了净宗行门五科这个概念，这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也是智行的方法。这五科分别是三福、六合、三学、六度、普贤十愿。它都是虽然看上去内容很多，但其实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指导我们如何规范自己的日常行。而最后一位是谢陀菩萨，这位菩萨排在最后，就是因为它代表的是果报，前面是讲修因，最后就是正果。而果报是什么呢？果报是大自在，谢脱就是自在的意思。我们今天不自在，不自在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烦恼，有见思烦恼，有尘沙烦恼，有无明烦恼，说的简单一点就是我们有妄想，有分别，有执着，就是这一些东西让我们不自在。而解脱就是帮助我们把这些烦恼通通都解除掉了，我们自然就自在了。而用什么方法解除呢？智行就解除了。所以讲到这里才明白，以前我们对于持戒的印象就是好像很多的规矩，很多的条条框框，好像都是为了要限制我们。而其实这里师长就为我们揭示出持戒的这一个目的其实是为了帮助我们解脱的。像我们现在社会上面也很流行一句话，就是自律才是真正的自由。如果你不能够做到自律的话，其实也没有办法提升自己，也不会获得很多的选择。就好像是你小时候不努力的学习，那长大了也就没有办法考上好的大学，找工作的时候可能会碰壁，最后得到的结果可能就是你经济不自由。虽然你有一个快乐的童年，但是成长之后还是有很多的烦恼。而在佛法修学同样也是这一个道理，如果我们在最初持戒的时候不能够咬紧牙关克服自己的烦恼，那将来我们还是要受这些烦恼的束缚，在六道里面轮回受这些无谓的痛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肯坐下来老老实实认认真真的
把懈怠的这一些时间、玩乐的时间用在精进、用在做功夫上，慢慢的一定会有所进步。而进步我们所尝到的这一个法喜，就是自在的感受，就是我们常说的因戒得定。人能够定得下来，他就不会受环境的束缚，不会受环境的影响。不论处在什么样的境界里，是顺境是逆境，他都能够做得了主，都能够自在。这是修行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所以通过智行慢慢的得定，再开智慧，烦恼就能够解除了。而得到真正圆满的功德，那就是永脱生死。而这部经教它的圆满所在于，不仅教我们脱离三界的生死，并且还脱离界外的变异生死，两种生死都永远摆脱掉，才达到本经所说的圆满无上菩提。我们看到十六位菩萨在此地代表的全经的内容、经典的修持以及修学所得到的功德利益，只要看这几位菩萨的名号，大意上基本都明了，全经也就十之过半了。这才晓得经典里他们列的这一些上首菩萨的名号都不是随便排列的，他们都代表着这一部经的内容，代表这一部经的修行正果。今天学生练习复讲无量寿经十六正式名号表法就到这里，非常感恩诸位老师、诸位学长的聆听。如果有任何不到不当之处，恳请大家批评指正。阿弥陀佛。